啦，好了，我们不能聊八卦了。你没有聊八卦啊？有什么八卦？没有八卦。就做安安，没困起了。我身为弓箭手，敏捷还比你低。没事了，事情大条了。事情大条啦。那想要不要把水扔一扔呢？对不对？我先喝水啊。不能，先打噩梦鼠，拜托。好。你想死吗？不行啊。我的这只怎么那么爱弄啊？给他多够的攻击。我带他也没有很惨啊。好了，可以喝水了。忘记播我的那个了，应该还好吧？一下再。我在想我，哦，没事。想说我先领那个好了，对的。我在想说奇怪，我刚刚是不是打到我自己的宠物？没错，我刚刚射了我宠物一下。啊，你不是射我宠物？那你死掉哎、欸，好梦。有没有要残血的？真的有，是低耶、欸。哎呀，不是吧？我打自己宠物了吗？我、哦、还好。布布超可爱，你是爬，你这是啊，你是原本什么 K 开头那个对不对？你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吧。
敏捷好高哦，这是小蝙蝠。小雨唱歌，我快睡着了。啊？啊？你没听错，唱歌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他妈的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靠，我才不会那么凶嘞！我现在超不爽的哦。哎、欸，我有先预告好不好？我想说，不然你预告了，然后你就一默默不讲话。我想说，会不会我们私下在聊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会更不爽？会，会对不对？不会啦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很不爽的状态。等一下可以停哦。不想看我包包是不是慢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等一下再看另外一集。你到底是在弄啥鬼啊？我是对你很差是不是啊？从头到尾只会弄。弄。弄三小朋友啦。唉。看来我可以开老G的另外一台电脑了。不是另外一台电脑。好。闭嘴。可以开他的账号了。开啊！我准许你开。好，安安，英群安安。那我练什么？另外一只我就练个小麦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猎人啊，小麦啊，对啊，盐啊，对啊，牛奶啊，对啊，牛奶呀，牛奶呀，牛奶。溜达溜去，啊，好重哦！这台电脑，对，这台电脑的萤幕比较大一点。yeah. 嗯，我们这次升级，哎，显示我也升级，我没有看到。电脑不见了，弱做一只滑。英灵安安，你快数咯，我快数了，哪一只啊？宠物啊？好吧，我已经没有要没有东西给他吃。你要去领了吗？我可以啊，我等一下，你站着不要动，我就可以领东西吃了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去领了哦。没有，我小可爱身上还有个那个啊，苹果福袋吗？
对啊。哦。不要不要动！我以为你要用。我的要动啊！这也叫你不要动啊！我以为弄好了。没啦。没那么快啦。哦，打你好痛。今天终于考完试了，恭喜！应该可以20分去学完乱射再回来这边吧。要动啊！我说好才能动哦。好。那这情况就是那时候我跟杰超一起踢在玩魔物猎。为什么我开不了？开什么开不了？你说点当成领取点不了吗？就要点那个礼包开不了啊。你十等，你第20等了没？不需要20等啊，它是开服奖赏礼包而已啊。嗯，然后嘞？就哦，开到了。还没。你现在回魔而已哦。它不是有那个吗？水就是长得水的样子啊啊那些。肉丸怎么办了？丸子那些就是回魔啊。哇，那没有。你在耍我？哇，那没有哎、欸。啊，你就去死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你到底要干嘛啦？我有一只当掉了。好。我们等一下要回去，你要重击了哎、欸！你不要生气哦。对，你那只不动。那个。娇可爱。爱爱。爱爱呀，爱爱。嘿嘿嘿。哥哥，我要你的爱。可是我现在单出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你现在是耽误我们任何卡斯的时间，所以我就离开魔力宝贝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有我们在动了。你搞不好活了下来，搞不好我们这一边会伤很重。要爱爱，要爱爱，我要你的爱，给我你的爱啦。你没听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有一首歌这样唱啊，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。嗯，他妈的还教我唱歌，来给我你的爱，低能。不是给我你的爱吗？哦，不同歌好吗？你不会在这里当了吧？没有。好啦，登出登出，去补好状态再来。哎、欸，不可能，我挤进来了。嗯，你进来了。对。你不是？嗨，小可爱，嗨。你要加我还是加你自己啊？多少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这白痴啊！你怎么加到里面去啊？你白痴哦！他就很莫名其妙，怎么会个小可爱、怪怪的人加我？我都没看到，都失学少女。那时候，我爸妈他笑啊，好笑了，太恶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人家带走，20番啊，所以咧是几块？
你就刚刚那边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那继续再刚刚。可以呀、啊。好了，好，都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你磨没补吗？你搞个骗。不用啊，不用补磨，不用补，不用补。你连机不用哦。吃料理啊，它很占空间呢、欸。我知道这一只，我先念说，我特地给这一只吃的。我觉得我有那么一点点聪明，你可以称赞我一下吗？理我啦，拜托。抱歉啊，真的很想睡。太厉害了，我的歌。不想要去用指甲了，又要用了。我不想去用了。不要啦，浪费钱。把钱给我不香吗？太香。他跟我说请加油。好了，走了。嗯。你打到不等你了。好。我卡住。嗯。今天不行。哎、欸，嗯，谁？有人的 ID 啊，我不知道谁。可是女生洗头真的很麻烦啊，头发太长。不是啊，你可以剪短头发、啊，你可以剃掉啊。要。对啊。要，长头发才好看。要看人好不好？好呀、啊。也是啦，我不管怎么样都好看。嗯。嗯，你要迷路了、欸，你浪费了我们的卡斯哎、欸，你啦，我你干你带，你好凶，当然凶啊，为啥卡斯五个小时奖励可以领的吗？可以，可以啦。嗨，姐姐。啊，嘎嘎不在，因为下午有一个想要介绍我们两个认识，也是一个很 M 的。就会说他不 M。嗯，应该吧，我不知道。那是为什么开发的？没喝，有了有。该去学宠物技能吗？可以学一下。来这边练的话，至少要有绷级啊，不然打太久。不知道学啥就一直放，也没差、啊，普攻也可以啊。是来这边，我会，人家是建议学个绷子，不然就
法理论上应该是小于雪崩，因为他应该照理说比我慢，结果我把天赋先把体力点高，你看我的体比小于高很多，我这三只嘛，看435、439、436，他嘞36多，36多，你多了他多少？一，啊，不会算数。我也不会。七十滴血嘛。你看，我现在把体力点到30。哎呦，走。差一点把他打死。上吧，小蝙蝠。有猫安安。还要帮我讲安安啊，我好累哦。你抬我抬，你先抬我的钱。嗯，大台妹，嗯、大台妹哟。你抬还我抬？等等，要等别人下线给你位置，你才能上线。哦，真的哎，这要看脸的哎。啊，教主还是猎人吗？是啊，练习猎人。大牌妹，大牌妹，对，要对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嗯，想咬底，可是怎么讲？怎么有点难解释啊？很咬，叫怎么讲？辣吗？你讲、啊，攻击打空很亏，可是总比你看你一只防御，结果每只都打不死好吧？当然攻击打空很亏，可是一直防御打不死他又很亏啊！你看打空没差嘛，反正这回合会结束啊。宠物悬杀技能有差吗？也是看呢、欸，有些连击通常都是学乾坤呐、啊，通常学乾坤，然后没了，真的就这样而已。我去逛了。嗯？带张卡片？没有，没事，东西而已。要死了！没有补丝，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有，而且没水。对，没补没水。常看人家采矿啊，都会掰卡。因为，你只要采集技能两等以上，就开始掰卡了。哦。所以那个，所以像我们，你那个你的剑士现在也可以去学狩猎，因为你的狩猎只能到一等。啊，你就是永远不会白卡的意思。故事的补只能一只一只点，
我想说要不要去学浮血魔法还是多补看你呀、啊。我应该酷似这一只学到能学到因果才会去转成护士，然后所以前期我要拼命丢药水。好了，我再来就是要点，这前期是说体力点到50就差不多了。你有没有鉴定师啊？我真的有啊，李峰啊，李峰是啊，李峰，你要不要过来跟我拿卡片啊？我真的快卖掉了。李峰有没有在台啊？有没有在看台？还是你 take 他？那太迷了。哦不。护士的，所以啊，那时候怎么讲？他们说护士就真的是续战力很够啊，在场外的生存几率比较多。那个谁，传教士就是持久力比较强，所以打 BOSS 的话，传教一定大于护士啊。不然我们没人用，没有人有用，对不对？用什么？铜矿。铜矿。主要有用，真的有用啊！矿是没有用，然后它要变成锭啊，铜条。它是铜啊，它是铜。因为我不知道传教士补的速度，你就大概是50、15、100，这样加。你就直接卖掉了啦。那、啊、我就说我护士要后面才开始练啊，前面就先弓箭手。不然其实我真的那只也可以提早练成护士啊。晚上之后登不进来了，下午5点之后就不尽量不要离线了啊。我们这个小鱼，它是吃了饭而已，三只全断，然后稍早脾气火爆，然后就连进来，脾气又开心了。你讲的我好像某一只宠物一样。什么宠物？我们这只小鱼啊。护士缺点魔少，不是啊。那不是他的缺点，你可以把魔点高啊。他们说护士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，好吗？哎呦！干嘛？打哥布林打到升等，好猛！几等了？12了吗？11了。哼。我在想，如果我20要不要先过去、欸？哎，还是要等你啊？因
因为一定是分两队啊。为什么一定是分两队？因为我不可能带着你一起去啊，有伟伟在。我们加一个伟伟够不够？因为我有一只是不用过去的啊。对啊。如雪乱射的啊。也要看伟伟有没有在这边爬。对。要看人家有没有。伟伟睡着了。眯一下他，伟伟不在线上，哦，睡觉了，睡着了。把血的点数分先给魔力吗？不用啊，你穿，如果你觉得少就穿袍啊，不然就是带料理而已啊。料理带够多，其实护士不怕没有魔啊。有办法把钱寄给别人吗？不行。只能寄物品。这是地下，这地下什么任务？这个封测的时候就有了哦。来，可以给你看这个。在矿洞捡到好多东西哦，好多东西的意思是真的是很多东西哦。这什么魔石啊，一大堆无微不微的都有人丢哎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就是要挖东西啊，魔石占空间啊。那个你可以参考这一篇文章。希望能帮助蛋。家那边在下雨吗？没有啊。我怎么听到风声？有吗？有。现在还有吗？刚刚有，现在没了。哦。是不是要练去买水啊？练去做水的材料啊？哦，对，你想要了吗？想了。嗯。就可能你的那只厨师去学一个伐木，再学个制药，懂吗？或是你的厨师转成药剂师也可以。那这样子就不是不能做面包了吗？还是法国面包还是可以做？我帮你看一下，法国，法国面包，药剂师的。药剂师的料理可以做到法国面包啊！药剂师出街就可以做到二等的法国面包。那我转药好了，就没关系啦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反正一直回补而已。对啊，回法国。这边蛮好练的哦，不过这边很恐怖。就是那时候有人说，这边就是建议带两只会蹦极的宠物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啊，这边也是，就是大概走个三四步就遇到一次怪的。然后这边回程也快，马上就可以再过来。我看我只能等你到二十等了，微微不在。等我一下，点个等，点个等级。看到吗？好了。哦哦，然后你来这边优先打死噩梦，哎呦，二等喽，因为冰冻魔法真的太痛了。
刚补血没摸了，肚子还很饱，尴尬。你是不是吃番茄酱啊？哦，你看，那个冰冻魔法打下来。等一下，他死定了啦！两滴，不要、哦！他可以跟 Pokemon 要收回来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收啊！啊，玩家没办法哦，没事啊，你就继续打，我们等一下回去再来一次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那个。他好像收回来了耶，还是没有？还是我点到，还是我自己靠到、那個？你把他打死了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啦。哦，你出去打啦。你收错只了啦，你低能哦、喔。我收到你的那只吗？不是、欸，你怎么收我的啦？啊、你白痴哦、喔！他把一只满血的自己的宠物给收起来，把这只残血还留在场上。哦，白痴的人啊！哎、欸，对啊。你其实那个哦，算了，没事。不是小鱼那个厨师也是必要的，因为后期我们也是需要。好吧，我们分出。谁那蠢动作怎么会有那么丑的操作啊？受不了。模糊。我在冬衣，现在有卖回力表，看一下。哦、没看过那么笨的。要不是一大堆人看不懂魔力，我就把这一段剪出来。不要。而且你刚才加错了，那段影响。我手一直剪我的，你不可以剪你自己的吗？我的不好笑啊！你这样子公开处刑，安尼敢丢？你是被加无啦？你还走出去？我没有走出去啊。那你在哪里？我在两只都在东西啊。嗯，对啊，不然你叫那个谁来玩啊？谁？阿花。阿花可能在隔壁玩吧。魔力哦。可能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有吗？阿卡。有奶耶！有你妈流！来，你打了吗？打了，先回魔。靠腰，你打了、哦，好。你怎么就不回魔啦？补品其实在能回能找护士，当然先找护士。你补品在野外会比较好用啊。你不要说占空间这个问题嘛。我打了。但而且那个牛奶两罐又不是你这边要拿的，是你的拾荒的那只角色要的啊。对，那我现在拾荒的那只过去。不要补魔、哦。好。补好了。你可以提供小麦粉，你自己处理我，给我面包。好、哦，他可以啊，你去东西找他，哦、他很乐意。可以耶，我可以啊。他很乐意，拜托你们以后这样配合。
现在还不能挖盐巴，等一下，盐巴我自己处理，盐巴我真是处理不了哦，白痴哦。不是啦，盐巴你前期真的只能靠打哥布林头盔跟，或是等那个你能猎到盐巴为止啊。因为他现在就是缺面缺盐巴。对啊，因为盐巴是三级的啊，或是无缺你现在就是打卡去练狩猎啊。我觉得打卡练狩猎没必要啦，就是慢慢猎吧，就看。可以啊，哇！他反击耶、欸！喂，哇！他刚反击你没看到、喔？我刚看到了，哇！他又反了耶！没有，这是反击，这是技能，这是技能一。那刚刚是反击的技能，打卡可以练狩猎啊。你如果像你现在二等对不对？你要猎牛奶，那你的牛奶的经验就会加八。我第一次看到他反击，而且我还故意宠物不用技能，想说跟你配合。这怎么敏捷会断成这样子？那小孩跟我讲说，我应该不用打卡在城里面逛街吧？我说你要也可以啊。我连做面包都要打卡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发现小鱼第一个面包出炉了，材料全部靠在地上捡。你还敢吃吗？没有，我第一个面包出炉啦，我拾荒拾来的。连击，攻击，连击。盗贼的卡片，赞哦！天，所以通常打卡这个东西，就是只有你在练功或练技能才会有，平时就是偶尔可能你要出去玩一下再开，我根本不要开。我在哪个伺服器？第二个，天秤天平。哦，他会不会说什么？每个分流加开到三十人？那本来就有十个人吗？对啊，加开到十，反正加开三十四服器啦，分流。哦。感觉他承载真的太少了、欸。自己崩溃了。狮子崩溃了，为什么？狮子不是最后一个伺服器吗？也沦陷了吗？也满了吗？刚刚全段，大家就上不去了。
全断线哦、喔！哇，这是跟风车那时候一样吗？问题是，大伺服器可以装一万人，然后分流500人，这样算还是每个分流可以往上？对啊，那如果我觉得它是一个分流是固定人数呢，不然也不会加开到20个人啊，不然他只要把一个小分流加开到1000人的话，这样也够啊。他应该也是怕那个啦，游戏那个人数太多。还会分摊分流。Perfect， 90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躲一下，打你，来死！我刚刚回补的时候忘记一件事情了。卖东西啊？忘记去厕所尿尿了。哦，没事啦，我们家用保特瓶，你用啊。女生不能用保特瓶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用保特瓶反过来啊。不行啊，你是不是在偷笑？你好饿哦。要大力一点。没有。你猜的呢？那个小可爱还差两等，快升等了吧？嗯，你看，等等啦、啊，哎、欸，还没有，还没。小可爱爱，对哦，你是小可爱要去救。对。终极。
把他烤死。爆布！我敏捷真的太慢了。耶耶什么？但搞不好是你的死魔才要去学崩击耶。学啊！啊、你是有钱哦、喔，工资要200块、啊。有啊，有啊，你不要小看我拾荒呢，有啊，有啊，我需要2000块了耶。啊幹，那你这样没钱学乱射呢？乱射5000块，乱射5000块，5000块啊？是假的，真的啊？只要一只而已耶。哦，一只。对啊，5000块啊！5000块一只哦、喔！5000块一只啊！没有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要去卖肉了。哇塞！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抽给你啊？因为我的钱在另外一只身上，要开它，我要重开有重登角色。不用，先不用。我不用，先不用。我说我要看看我要那个啊，我们凑一凑看有没有办法、啊。还是我们先去借个高利贷，喂喂，我就不在哦，低能哦，那个高利贷上不来。哦，还好我刚没拿钱去用面包，我差点要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差点有，我要把面包全部换一换。哦、而且我身上还有那个，嗯，还有那个很多魔石可以卖啦，应该凑一凑是够的。你是说小哪一只的魔石？这边魔石才12块哦。就是这几只都有魔石在身上啊。这边的魔石才12块哦。我刚刚在那个啊，在那个启动里面有大一点的模式啊，你都还没卖哦、喔，还没。哦，你抽抽看啊，好紧张，好好玩的这游戏，凑钱游戏。哦，那我不用连击了，有一个蝙蝠就可以咬死一只。下这只身上啊，7000啊，应该是可以帮你垫。啊，我有一只身上满了，所以他收不到。啊？应该是拿不到东西，有一只满了，小可爱身上满了。没事啦，我等一下暂停一下，让你叠。应该帮你创个 ID 叫做叫我小可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叫我小可爱？没事啊，这5000块只是个头。你有了这5000块之后，你就随便跟疾风要个宠物去灵堂练一下，就回来了。变个5只宠物就回本了。
邪魔石咯。现在真的是连叠都叠不起来，到底为什么？你这是表示你有两个价格的、啊。哦，那个弓箭手推荐信可以丢掉吗？你还不行，六之后才行。你也可以先丢啊，大不了再跑一次刚刚的流程而已啊。我把问号卖掉，我把问号丢掉了，卡片问号。有啊，这才12块，不用叠啦。一下啦。我等不及了，卡实在慢慢消耗啊。没有氪金就能解决的东西，还没有出啊。哈哈。我想花钱啊，真的想花钱。买哦，我会俩公哦，我会测小鱼哦。干嘛？哎，我按错了。有爱有爱。哎，为什么你没听过这首啊？快快快快快！啊靠腰，我听了，我真的听了。咋啦？他又在弄我了耶！哎，弄我啥匪呀？啊，你是在秋杀匪啦？不能笑一笑吗？不行啊！但是笑一笑，对啊，怎样？哇塞！哇塞！我要学你了、哦。要登出了吗？我调教只能一哦，难怪他弄这么开心。你要登出干嘛？你不是说用东西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要叠魔石？叠完了啦。就继续打、啊。哇！要登出了吗？先躲一下，我躲过了吧。啊！我没有。你要登吗？还是继续再继续打？继续啊！好啊！我再偷袭一次，耶！好硬哦！天哪！嗯，好硬。这些怪啊，看起来真的有点不会啦，死光了。我靠！如果再拿奖状的话，我这角色身上一大堆东西耶、欸。够空间的，可以，他可以买包包的空间吗？敢我买包，应该是不，应该是不可能啦，因为这样对那个弓箭手来说太爽了，因为这样子其实那种轻怪效率高的包包空间大就是一个优势啊。那氪金哎、欸，氪当然氪啊！哎、欸、干，那氪下去，我跟你讲，通货膨胀哦、喔，很多东西。也是啦。
真的可怕啊！他很多这个月真的很穷哎、欸。啊？我这个月真的很穷。那个东西。买了很多东你好穷，晴儿，妹子，哦，看到你来，我的眼睛变大了一点点，就是铁卷门有没有拉开了一点点？快开门的早餐店吗？对，反正只是即将打烊的那个眼皮，突然又往上了拉一点点，开到一半了。我刚刚跑去买魔爪、欸，那喝完之后没有什么用，会觉得怪很硬，是因为你的装备平民五或者是水晶属性可以。如果拿二级武器的话会比较好打，不然玩就有啊。我现在是做给他一级武器啊，二级武器我叫他赚钱自己去买啊，因为他这支剑士他就是坚持想要拿二级的武器啊，我就说那你就自己去一线去找那个卖二级剑的啊。他刚刚绕了半圈没有看到，再来是打算直接就是20等之后我们直接穿三级的装备啦，就是因为2等装备过渡很快啊，所以就想说就盯到20等我们再去找三级装备来穿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啦，而且他说怪很硬，他应该是觉得怪太多了，听不完的意思，是吗？大大，我不是大大，怎么你不是大大？我不是大大，哎呦，你是大大吗？难道我不是啊？我都说我是小小，对啊，对啊。到没摸了、欸，等等了，20了，来擦一次，加油！这一只差10000，哎、欸，没有啦，2000而已。嗯，那这场结束就差不多啦。2000呢、欸？哪有那么多？哎、欸，法国面包卖780，哎，好贵哦、喔。不会啊，再看看啦、啊，反正现在行情一个比一个低啊，会过得比较爽。后面稳定下来之后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要赶快脱手嘛？哎、欸，下午看到有800的啊，现在780，搞不好看到750。你看，等等了吧？登出。好，东西卖一卖。我先去卖东西。
全部12块。一只比一只穷，买。是广告。刚开始玩没多体技能，只能慢慢打。噩梦鼠基本人克野兽还 OK， 就半颗昆虫。是啊。有人狮子上得去吗？这边刚不是稍早说狮子崩溃了吗？你要不要加我啦 ？Ctrl L， 要哎哎要哎哎。你没钱补魔、喔？不是啦，有啦，可是很贵的，就是了。哦，哎，你钱凑好了吗？你要回去东那边找我的小可爱拿钱。那你不会自己过来哦、喔？认路，好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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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兔窝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还卖什么。我刚刚看过了，面包50。一百八，教主你好，你好，阿库拉，天崩阿库拉，天崩阿库拉，哇，一袋钱呢，捡，等一下，好了吗？是3000多而已，不够啦，身上还有啊。这里有，这里我这里有1000，好，这可以给1500，应该可以吧？等一下，我可以的。大不了就把你的那个宠物卖掉了，应该可以卖个3000块吧？对，先不用那么哈扣。好了吗？你钱是不是乱扔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好了，刚好5064块。你等一下不要被盗贼偷钱，我已经笑死，跟你讲。谁是盗贼？啊，会有三贼啊！这是我们过期啊，不能偷我钱呐、啊，我真的会哭出来。我就说我还有钱，你哭屁哦、喔！好了，我们即将去偷渡，别乱射了，不够。等你晚安。嗨，哥布林。嗨，绿豆葵。但拜托偷他，不要偷我。拜托了，这是我今天的愿望。嗯。怪怪的，嗯，我不能放东西在保险库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在保险库？你要放什么？花而已。什么花？你第一页、第二页顶一下嘞。
是下面有个第一页、第二页啊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不行，放不进去，都是的。那你重分吧，如果你要的话。等一下。嗯如果被偷袭偷钱，只能说太衰了，对吧？你是 YouTube， 他是 YouTube 哎、欸！哇哦，怎么不是这个啊？ Wow、你是 YouTube 呢、欸，不是 YouTuber 呢、欸？你是 YouTube 呢、欸？他是 YouTube 哎、欸。什么？恶魔螃蟹啊！可以当宠物吗？可以。那你可以帮我抓一只吗？你要问迪峰啊。迪峰，你的卡片在我身上很占空间，我要卖掉了。迪峰，刚刚你快去找小鱼，他很多卡片要找，要给你的。去出货交易。你，YouTube 你好。嗯，拜托，不要再砍我的广告收益了，会死掉。真的，要穷死。再砍下去，我真要开24小时连播马拉松了。睡觉直播啊！再穷下去，我真要开视讯，到我的那个温度计。也可以耶，有想法哦，我觉得你。哎、欸，我打到恶魔。恶魔螃蟹的卡片了，好棒哦！我怕我卖掉，这个丢给你捡好了。为什么？我怕卖掉啊。为什么不能卖掉？啊，你不是想恶魔，你不是想要他的？最后一张。他一定是那个吗？他是问号而已。刚刚第一张就是恶魔螃蟹，因为那一场只有恶魔螃蟹啊。哦。啊，那一场掉下来一定是恶魔螃蟹卡 啊，这边还有叫血熊的啦，那、欸、怎么都是螃蟹啊？而且恶魔螃蟹其实很容易遇到一级的。就疾风如果一个人在这边抓着恶魔螃蟹会死掉，所以超级容易出到八只的怪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分两趟，过去记好点之后，我们要回去救子城那个弓箭手，然后传过来还要再500块。500块？你天哪，我要卖干的啦！你卖给我啊，来，我、哦、你的500块，你的杆子值500块，够帮你出啦哦！我不想当一个。给别人认养的废物啊！那你养我啊！我没钱，就不要吵啊！养人都不行，被养也不要。我要秀秀拿钱砸在我脸上。好，不要来！你不用卖肝，你卖宠物就好了。把我的小可爱的宠物卖掉吗？你先看一下该卖多少，应该1000多块吧，1100吧，1100啊，来了血熊，血熊，
鸡狗狗鸡狗。记得宠物店在哪哎、欸？哎、欸，我记得宠物店在哪里耶、欸？打个螳螂卡就可以抓螳螂。奇怪，你上次不是也在我台教学很多吗？你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教啊？因为你教的那些方法，其实我大概都知道了。我想要的是那种偏方。快速赚大钱的方法。抢劫啊！抢劫，这是合法的吗？合法的啊。你看，如果你说我要抢劫，他愿意给的话，那就是已经达成了协议，有没有？我这只名字那么可爱，你做到了告知的责任，所以他也告不了你。哦，1030块，1000块，哦，1300块。后来你叫那个谁疾风帮你鉴定好之后，你把你卡片拿去卖掉啊？可以啊。对啊，你就只要付他补膜的钱就好了。可以把面包给你。或是我可以做那个番茄汁给你，可以吗？番茄酱，番茄汁可以吗？好，番茄酱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，疾风？做那个干嘛？那个又不耗很多膜，像卡片而已。这边可以遇到异形风跟妖花和妖草。就是这几只嘛，你看人家说可以，我们就已经达成协议了，好吗？你又知道他是说可以哪一个哦？番茄酱还是直接送给那个鉴定完之后，对不对？你又知道他在讲什么？那你说嘛，你说嘛，请问你先说。然后你哈，那就都可以啊。对啊，你就一级一级十魔，二级二十魔的这样子啊。二级卡片鉴定，那我去看一下。可是你二级卡片卖掉有90块啊，所以你是倒赚60块啊。那我去看一下那个可以回多少魔嘛？番茄酱。30啊。你看，可以啊。看屁呀、啊！他鉴定吃一个之后，他隔3分钟才能鉴定下一个、欸，你哪里有毛病啊？吃番茄酱也是会饱的哎、欸，小姐。那你想我怎么样？我不要卖干，就卖好了，卖给你啦。你要多少收啦？烦呢、欸？你跟疾风要，不然你跟他买一只100块给他，买一只那个啊，一级宠物啊，要开始练嘛。开始过你的还债人生。为什么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尼克？为什么？有尼克。那个、啊、动物森友会的。尼克哦。尼克。我想你说尼克谁啊？尼克。我们还有多久才能走到过去？干你带路，不是我想去尿尿，毛很多哎、欸，我刚刚就一直忘记呗，那是你的问题呀、啊，那才说你毛很多啊，毛很多也是身体现象啊啊哇，哎、欸，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夸张的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打、啊。不掉一个红帽给我，我真的会生气、喔。这边不会掉帽子。哈！啊屁哟、喔、哈！可是我鉴定就是不去。哇，这是最悲剧的悲剧的歌。最伤的故事。对。攻击
已经来了，感谢恭喜。好吧，就是啊，没事。阿钱，阿钱，好想吃麦当劳哦。去尿尿了。我在哪个市府添品酒？ 理论上，我们都常居在定居在九十分流，逼不得已才会换其他分流。你终于几进狮子期了，从一点到十五，啊，一点到十五，哎，点了没？你宕机了？喂？ 小鱼，小鱼，哎、欸，他人不见了、欸，哎，哎，刚他不会直接跑去厕所了吧？膀胱爆了，他家不要卖肾，卖去卖膀胱了，那膀胱坏了。哦，狮子一到狮子十五，一个一个慢慢试。为什么你要玩狮子？你在狮子遇不到我、哦。我回来了，那个千本樱不要洗版，那个 YouTube 不要洗版。好了，我可以用那个石头传送了。 不是这里啦，哈，这边还不是啦，这边只是休息站。点啊，哦，你是指这个？吗？还是你有朋友在那在狮子玩啊，菜鸟？膀胱坏光卖不了多少，不是啊，至少。 他可以换来一些补魔的费用啊！你刚刚是不是在偷偷嘴我？没有啊，你刚刚是不是去尿尿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等一下、啊？快到了哎、欸！你刚刚不是说我可以去尿了？我说你快可以去尿了。能让全世界等你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搞屁哦！好了好了。 好烦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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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趁几不进去啊！你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建议你不要玩这游戏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在玩那边的话，也照顾不到你啊。像如果你要面包还是要一些装备什么材料的，没办法提供给你啊，会比较可惜啦。 角色身上满爆嘞，满气功弹要来了吗？不会啦，不会吧？靠腰，每次都走错边。想说， 你刚刚那个角色不动，还以为你是整个人断掉。不是，你也没跟我讲说好，你要去之类的。老巨巨他有讲吗？<笑>对不对？老巨说没有啊。他没有说话，他不敢说话，他在假装自己不存在。你说奇乐哦，假装自己不存在。 他昨天很好笑，他昨天家里房间在睡前发现了一只蟑螂，嗯，然后会飞的那种，然后他就说不行，我现在睡不着了，然后他就跑去他弟房间睡觉。哦，老朱也是会怕的哦，他会，他会飞吧，恐怖是恐怖在。
而且他弟房间有冷气，他房间没冷气啊，所以他就过了一晚有冷气的房间。那只好就是你玩魔力，然后看到我开日马再来玩了。我另一个账号成功登记了天平了，哇哦，恭喜！可是菜鸟不是马来西亚吗？我记得。那马来西亚不能玩魔力哦、喔。好像马来西亚不能了，现在好像真的只开赴港澳台耶。VPN。对吧、啊？厉害吧？聪明。打小鱼。什么声音？奶奶。不要。没有，你好恶心哦、喔。26等去哪练？26等去那个啊。星图的下一章啊，打那个杀死亡风跟妖花的地方。我一律建议那个啦，雪洞啦。哦，雪洞，就是我们那时候试试等练的那个雪洞啊。雪山啦，今天雪山好啦。对啊，禁地禁地。那边还不错练啊。那边有人说30等到35等半小时就可以了，我是不相信啊，但是他真的做到了。当时啊，因为钱可以用洗的，他就买了一大堆水跟料理。最左最右边啊，小鱼大大。最右边不是那只龙蜥蜴吗？龙蜥蜴，我龙蜥蜴。不是啊，它是什么水龙蜥？龙蜥蜴。哎呦！你看我砍它。嗯，很棒。赚钱呢，灵堂无法满足我了。启动啊！可是魔石掉的几率真的是颇低啦。赚钱的话，你就择一吧。你要赚钱的话，你就开生产，直接去猎鹿皮好了。啊，就可以帮我去猎鹿皮吗？啊，就在 POE 吗？还是在走起？赚钱你就猎鹿皮啊，去做一个你。你猎鹿皮，然后学一个制鞋啊，只要做一等的鞋子就好了、啊，拿去卖啊。奇洞是狗洞吗？对啊，奇怪的洞穴。可是那边我今天跟小鱼去打了几趟，我拿了两颗大魔石。我比较衰啦，我不知道。你比较衰。对啊。没有理洞呐、啊，理你个头啊理。要讲这游戏没有东西哦。哇塞！开啦，不要揍我啦！会死哎、欸！现在卡队呢，生产器还是不要开好了啦。智能卡片不用啊，我放在保险箱里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连进来，你再跟我说，我再去找你。你有没有水？水啦！啊，玩错了，玩物品靠。天哪！水的话是没有的。你要死了、欸！
没关系，你只要不要，你只要黄伤一下，我都还可以帮你拉起来。你还屁事？他不要，他不会揍我的，他没有那么会做节目效果。会啦，不会。你要想你站在前排。真的不会，没事没事没事没，真的没事，我们有信心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撑过去。好，我们都不要喝水，我们都不要喝水。再揍他，对啦对啦，没事的没事的。你在水洞刷水龙吸跟吸但是可以赚6000，那你还问我哪边可以赚钱？我还要打那一只啊，哭啊！哇，你要更多去打劫银行比较快。说真的，进银行就先喊啊，抢劫！全部人不要动！然后他现在来一个反击，我就崩溃了。等一下，我是很好奇，你们是不是？你们是在赖群里面的人呐、啊？若是的话，讲一下好不好？小心你们被 ban 掉，我没有办法、啊。我真的会 ban 哦。对啊，你们是什么？请发出一些不自杀声明。看我活下来了，我可以登出了吗？看你啊，都快到了。那走吧，我们可以的。走 ，Go！ 你需要再问他的身份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把他 ban 掉。我不能跟他讲话。你有职业就不行过来啊，有职业的不能过来，不然怎么叫偷渡？好了，你那只没有用，你那可以回去了。称号啊，是要装上去吗？还是不用？有称号。是那个啊，我们拿到的。就点两下吃掉了。不用海界吗？不用啊，我现在是采集跟，现在采集系啊。哦，睡啦，没有怪。快点！快！快！快呀、啊！你等下补魔还要钱，快！太开心了！我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我真的熬过来了。耶、yeah! ！好了，回去救子宫箭手。好的，回去。我要先确认一下，不然撑不过来。OK， 可以。你怎么那么抓的东西？现在才说。啊，你就喜欢跑得快啊！啊尿尿不讲啊！真的、啊、尿出来了啦！就跟你讲去卖膀胱嘛。你知道弓箭手在哪里吼？那我不带你了。知道不知道？宠物店上面。
宠物店上面。好的。我先去变无名。我在这里等你。不用，你先救你吧。因为我想要开啊，不行哎、欸，那个绿头盔不能交易。哎呀，烦嘞、欸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弓箭手了。耶、yeah ！请问老大要去偷渡吗？偷。偷完了耶，你现在是什么职业？你现在直接是什么无名？我现在是米虫，我等一下要找工作了。可以哦，你可以把刚刚的卡片先给疾风啊。可以。我在你旁边啊。等我一下，我们去兔窝集合，你等我一下。你那是等我一下，我想要先把面包卷收起来。好了，是弓箭手了。抱歉，他要忙一下了，有看到？哦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哎，你的丢你的捡得到吗？哦，你还是捡起来吧，不然等一下五分钟后就消失了。哎、欸，他动了。哎、欸，弓箭手的家、欸，加我加我。那个鹿皮不要拿、哦，那是给我拾荒者的。等一下、啊，不要走哦，还有卡片要丢。好啦，我丢那么多给你，我丢个面包给你。好，你自己去干嘛？干嘛去？好了，可以走了，繁星 ，Go Go！ 不是你自己要加我啊？我自己也要加。我要去学技能啊，看你要顺便学而已啊。好啊。你有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钱，小可爱有钱吗？小可爱实在没钱了，算了。
没事，继续走吧。小可爱还有宠物可以卖啊。小可爱，可是小可爱不会抓宠物啊。疾风暗在啊。他只能认一只吧，不是吗？啊？你可以叫他抓哥布林给你，然后你用哥布林练等啊，然后再卖掉啊。哦。我们的配色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这个不是学过了吗？我没学。你弓箭手有学吗？没有啊。可以不用，可以不学吗？你可以不学啊。你现在没钱就先不要学啊。对啊，之后再学。好了，准备出发咯，记得学调教，学了啦。刚才不看我的台啊？不行，然后对你不能那么凶。学了啦。Sky， 哟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在刷怪没听你们讲，没事啦，没事没事。奇力村这里500块啊！那小鱼可爱那一只可以过去吗？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你有没有成？啊、你有没有偷渡成功？对啊，什么啊？我只是带你的小小可爱过来啊！哎呀呀，现在缺500块了，都缺500，扣500，缺500块，才能到5000块。要借你呗，谢谢你。哒啦啦啦啦啦啦。医院，医院。好了。嗯。好一个。找一个人挨打，会有点硬哦。我一开始就这么刺激。
干嘛关麦咳嗽？我没关麦咳嗽啊。是假的？我没有关麦啊。你为啥误会我？我听你的台，你有咳？我有咳啊。DC 没有咳哎、欸。那表示没收到音而已啊。好吧。我想说，你现在手上拿的是斧头，你乱射是要丢斧头出去吗？奥拉夫，或是达瑞文？哎、欸，对，懂达哦。因为战旗最新的是达瑞文，很强，那就一直往后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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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妈的！就是只要出那个火炮就好了。会啊，火炮跟那个自补，宁静时随是自补而已。红温大风雪，小迪大风雪，改名字了。以前叫红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，可能是跟人家的人名撞到吧。洪恩是这个吗？我就是洪恩。你没有动吗？打字啦。哦、不是我，我以为我 lag， 我怕我 lag。你刚刚就是刚刚妈的给我跑去上厕所，还有以为你两只断线，要重跑，一定是骂死。好一点，拜托补。你居然不要吸魔，吸魔也不怕，吸魔也不怕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好笑啊、哦！他扭扭扭啊！好好笑，你快死了！他扭扭扭的，你快死了！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有没有水啊？他说没有。你刚没有领哦。啊。哦、我现在领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点完之后再点那个就好了。好啊，你点啊，先点啊。不要断线哦，我很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，好什么啦？打怪啦！等一下，好。有领到吗？啊，没，等一下，他的名字有点怪怪的。哦、又 bug 了，对啊，很烦。哎呀，用到崩子。哦，领到了。光之鞋却穿不了装备，有哦。你是不是采集系？采集系的话，装备前期只能到二等，光之鞋是三等。哎，请刷。你的话不用在你包包空间呢、欸，嗯，因为你要的时候再领啊，啊对啊，然后我还可以马上补，很棒哎、欸，哇，原来今天真的可以学到乱射，我以为乱射是要明天才能学到的。想说今天开台有办法学到乱射吗？
射得来吗？是不射？不是啊，不是射不射的问题，是学不学得到的问题啊。就这边，这峭壁这边会有山贼会偷钱，赶快跑！哦卡。我好快啊！快打他！快打死他！我好快，没有很快，还有 delay 了一下，再陪他这只二十分，那我可以更快。哎、欸，喵，他那个可以领了哦，那个补偿什么鬼东西的都可以领一领了，但是他只是一个东西，只能给一只角色。很北蓝，所以你之前练的那个两只角色练到三十等，那些奖励只能给一只角色拿。有没有很白目？有。左右两边啊，大大，你想被偷钱啊？你等下看到那个技能的光很大，那个就是偷钱。怎么样？很大，很亮。对啊，我以为账一个账号一个啊。应该说大家都以为啦，没有那么烂。对啊，他就很喜欢玩文字游戏，有没有？你去那个官方，然后点进去之后，官网哦，然后左下角有个那个领取的，不是商城哦，是官网，在官网，然后左下角有个领取的东西。哦，走路不要原地走路啊！我好怕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电人打。你确定没事？你确定没事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确定没事？没事没事，我还可以领水，我去领一领。你不要领到断线呢、欸！不会，我很怕是领的过程中会马上断线什么之类的。我怕是怕这个而已，没关系啊。他现在是领的时间是两天四十八小时，还是五十小时？他慢慢倒数。然后他很奇怪，他只要领那个有称号的那个东西，角色就会断线。好了，小鱼，不用怕了。怎么？我们在后排。我们干嘛？好好说话。我没有说干嘛，我说为什么。哦，干嘛？什么？聊在蟹堡看到免费的防疫口罩可以拿，好久以前请有吗？可以领吗？哦，好久以前不是什么 SARS， 是 SARS 吧？不是禽流感吗？禽流感是 SARS 吗？流感不是 SARS， 我就是那时候是 SARS 哎、欸，不是禽流感哎、欸。禽流感不是刺激的吗？对啊，我记得那时候称号是什么 SARS 的。哦，改名字哦。
硬要摇哎、欸，是够了哦。因为他快死了啊，我不是说过血量低的会优先攻击，不然要帮你补啊，你要打。没关系啦，哎、欸，到了到了到了要到了要到了，再撑一下，看到绿洲了。啊，你剩多少钱？五百。唉，我现在剩4366。哇哦，一只角色剩400块了，这样4000哦，4300，给你啊，谢谢你，你是好人。给你啊，没不行，我都没钱了。你好了没？好了，都好了，都我都一只，对呢，哪里付10000块给你啊？找不到10000块啦，还好我另外一只是剑士，没那么贵。哦，15000。好了，应该可以回去了。来，我们来练一下乱射。搬出！我操！我记得不是重点是，我记得他是会混乱攻击的，除非有记错。怎么那么奇怪呀、啊？东西，我要单出回补了啦，受不了。这个就是精华啦。两小时真。穷哦！哎，东一门口啊！怎样？要干嘛？约战？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整天打打杀杀的？你可不可以整天不要那么当路痴？833块10瓶水，不是3瓶水。你是有钱哦、喔？你要不要加我啦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还在 shopping。加你妈啦！快点，灵堂要关了啦！赚个钱啊！剩2分钟哦、喔，小姐。好了，我好了。那是你卖的水哦、喔，是你哦、喔，你哦、喔，是你哦、喔，是你哦、喔，也不用哎、欸，因为穷到没钱补魔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你补魔，你可以把水给我吗？我没有水啊，我看一下，偷看喵哈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四角纹喵哎，好可爱啊、喔！有了，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。刚路上的魔石卖一卖就有了，我也卖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继续练等了。好喂，走喽。走啊。打卡到，好，点到了，谢谢。我说，本来就是想要轻松慢慢玩，因为聊天室一直有人想跟我比等级，我就有点不爽。好，来啊，不想慢慢玩是不是？好，我练啊。啊！可是我也想要慢慢玩，之前玩那么快是因为真的有时间的压力。
对啊，现在都没压力啦。没压力啊，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两天就可以学到乱射、欸、我们之前是几天学到乱射啊？快三天吧。我们不知道忘了，可能真的是我没有那么容易迷路了吧，或是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干嘛了。不是啊，主要是我们之前分配有问题啊，两只传教士靠压洪恩。等一下，洪恩。恭喜学到乱说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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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怎么有人没有伏魔啊？我忘了。哦不，他小鸡鸡。我学完乱射之后，精神就来了。因为前期这真的很，就是它是进度的、啊，你慢慢推进，慢慢推进。就不是啦，我是说我的睡意没了啦，我是这个意思啦。因为你刚学到太开心啦。嗯，哦哦哦，哦你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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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。前面还是乖乖的砸水砸料理好。对嘛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啊！等一下，我没有攻哎、欸。那你辅攻吧。对耶，哎、啊欸，你看你，好呀，你也没钱哦。然后叫你小可爱那只，看可不可以去找三级攻。算了，那个晚点再讲。觉得乱射没空啊？不是就在说他是达瑞文吗？等一下，我没有空。你跟我那时候玩泰拉瑞啊，拿溜溜球打那个地狱不是一样？而且是我自己突然想起来的。对啊，还没注意到。哎、欸，繁星有了哈？没有，我没有远程哎、欸。喂。我还点了卡池哎、欸，你就当练等啊，白痴哦、喔！乱射很好练呐、啊，乱射得意技、欸，打卡加八十哎，又不用怕。刚射好慢哦、喔，你呛到了，气到，这乱射真的好慢哦、喔。就死了快嘛，是的。体验一下小红帽的痛苦吧。啊，要5000块花下去了，还把它再转职成护士会有点痛。好，先练到30吧。一代你要扛几多？对啊。哦不，等一下。你干嘛？像攻击到你的小蝙蝠了，你到底有什么病？我在打死你，跟你讲。我有三个人。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哦，总是打这字，要装啊！你到底哪里有问题？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要听。哎呦，
怎么可以这样子揍人呢、啊？这样不乖哦。把自己丢出去算我已经崩下去了欸，弄屁啊。好啦，要浪费一回合啦。哦，小蝙蝠打太久了，我要换宠了。小蝙蝠是死魔攻击太久了，要赶快换掉了，会浪费卡。你懂吗？懂。你看哦，这四只小，三只小蝙蝠加两只死魔，轮流如果这样打的话，30秒跑不掉。所以晚点我应该是去灵堂练宠，练个蜜蜂之类的。哎，点错了。点错了，嗯，没有打到噩梦。等这只啊。这时候该睡觉了，你已经直播了这么多小时了，等一下吧，等这一次回去。难得学到乱射，玩一下。刚才熊猫团团结束直播，好，感谢你提醒。嗯，哦，卡片问号，然后几分钟就听到了，你是说卡片问号？
哈哈，疯到了哈，你死啦！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卡片问他，很多。 眼睛一亮吧。目前听起来声音很有精神。我的天啊，其实声音有精神，但是我眼皮，我的铁卷门又拉下来了。晴儿，救我，帮我把铁卷门拉起来。我真起了两次澡了，可是现在身体还是好黏哦。太热了吧？对啊。 好啦，不要一直提不在的人的名字啊，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。那为什么顺序又跑掉了？我的小红帽的敏捷又变回来，比较高了。 你知道我打败谁啊？团团吗？白痴哦！他想的啊！<笑>你叫人家不要提，然后你还是一直在提。他我朋友哎、欸！<笑>我怎么快死了哎、欸？ 哇，法兰城，我进去了。法兰城，伺服器一的法兰城，也卖那个什么？你有钱吗？铜缺皮盔有。你有钱吗？你200块是要买什么？印度青木。有铁条。我要ban了你了哦。 法国面包950，你敢拿出来卖？敢啊！有人急缺的话，但是他想不到说现在发放奖励下来了，没人要吃法国面包，不要回去了。 600块，3瓶水，800块3个面包，800块面包吗？还是法国面包？法国面包。哦，那我的面包卖不出去了，你面包卖多少钱啊？现在我看到450啦。 面包450，没有啊，他的意思是那个啦，奖励发放下来，他面包卖不出去，这个意思。
239哎，三瓶水。是啊，现在有奖励就先用奖励的东西啊。好，存钱吧。我要去领水了嘛。哦，哇，那我全部打错。你是不是皮在上？不是的、啊，我真的是看错。另外，在拾荒中，很难得挤进来，是不是一，好不好？你快死了！教主没开空调，怎么那么热？铁皮屋哦，我家现在33度哦。可以买面包，那你就跟那个谁说啊，跟阿鲁米说啊。面包吧，现在他做不出法国面包吧。这游戏有重置技能点的吗？技能点，你说能力点吧？有啊，但现在还没开放。快走到了、欸，能力不小心点错两点，那可能要你是点什么东西点到什么？因为它有个东西叫重来种子啊，它重来种子每个属性不一样，有什么加攻击减敏捷啊，加攻击减防御啊，你就去找那个你加错的去减掉它，然后去选那个你要加的跟你要减的那种东西。你要用全屏幕玩这个游戏哦，很难耶，你会很痛苦哦，这血滴。这解析度不是那种6:9的哦，16:9，很累哦。
然后怎么都长痘痘了？最近大物吃太多了。你状态要不要补满？好。看一下。好了，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五个魔就算了。嗯，五魔？是吗？没有，我有那个啊。不是啦，被偷袭了。伤害好低哦，我的不适合在这呢。300块三瓶水耶，150的耶回。280哦，他们在那个了。嗯，越降越低是不是？对，真的。真的啊，正常啊。我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看你啦，有没有要补？拿个水啦。嗯。哎呦，今天应该有10000吧？18000。这时候睡觉了，晚安，拜拜。我快睡了。晚安，拜拜。啊，才3000多。点二地一米一体适合转什么职业？就战士系啊，很多职业都适合啊。其实你采集系也适合啊。
就只是你一趟魔少一些些而已，但是还是可以继续狩猎。唉，要再洗一次澡去睡觉。好啊，疯跑哎、欸，三级跑吗？两级。哦。遇怪率真的变好低哦，我们可以走得到哎、欸。但金雅好像没之前高哎、欸，之前不是有一万多吗？对啊。那我们等一下拿完券之后换别的地方练。我要回到海洞练等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战场樵夫。怎么都那么多啊？
五只猪跟恶魔螃蟹的卡片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把卡片全部给你了吗？给他，是要给你的、啊，他跟你买的、啊。买什么？不用啊。五只猪跟恶魔螃蟹啊。不用啊，你开到就给你，那其他那些你不用的可以卖钱的就给我啊。你吃过的再给小鱼就好了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登出登出，登卡斯住了吗？好了，拿到金币的钥匙，耶、yeah! ！好喂，带个东西。我这里有一个卡片，我也有色的了。我的应该也是水蜘蛛的吧，风蜘蛛的。疾风在哪？在哪？又在。蜗窝挂机，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来扔给他，扔给他。有鱼扔了吗？好，扔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补、啊、一补状态，新冠台。好。饿啊！困了困了困了。好啦，今天学到了乱射啦，就到这边了，真的快睡着了。不然七点半的时候看阿米狗玩的那个游戏，我没办法，就不是。太多人玩的，我就想说，不然去睡觉好了。明天就是挂材料，然后打日麻了啦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啦，先去睡咯，大家晚安。